生死菩萨常念，是不是？我即马看袂着，我毋知。这闹28粒，有啦，47、28不是哦，吗？好，鱼吃，好，鱼，可不可以写草一点？可以啊，真的吗？不要太吵啊，这样就好了哈，鱼，不要太吵啊，太吵我看不懂啊。吃，你是客气啊，你哪看不懂？真的看不懂啊，这个都不认真写，不认真鱼念。吃啊，生死。你时间很有限的，我觉得时间也很有限阿拉讲，的。啊，那狗又要运动，又要干啥？又要整理家务，又要做什么？你当做说这些都是在修行，可以吗？人来世界上就是来修行的啊。对不对？要给你没事做，你会不会有忧郁症啊？恐怕会忧郁症发哦，告诉你，无代志哦，唔知要创啥，你知道？对不对？所以还是有事情好。所以，当然是比非洲好多了，再烂是台湾是蛮幸福的。鱼吃生死菩萨。常念，老师好像都很难写哈、哦。没啦，我甲你写伤规矩哦，较歹写。你看哦，长从这里过来，在旁边一点点拉长，然后呢，叫你写一个会变化的哦，这个叫做念，有没有？这个要会写，念念哦，念书的念，常念，这我唔捌哩。广学多闻。哎，绕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绕过来，哦，广，哦，学，这样过来，哦，从这里过来，绕过来，往上提，这样过来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这个短一点，不要那么长哈，这样过来，广学，多闻。多就拉长一点啊，我然后呢，再接到这里来哦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这个字啊，你这样写就好了。广学多闻闻耳朵，这个是耳朵，闻，耳朵哎，这个是耳朵，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。好，那就写"增长"两个字就好了。来哈，好，按这样的，按嘞，这个啊，是，好，增长，字，打过来哈，啊，会，按嘞过来，1、2、3、4。再过来，增长智慧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，成就往外，再往内，按哈，拿过来，来，过来，成就这样就可以了。成就辩才，辩安的下来，从这里过来，对不对？好像安一过来，心哦。安来哈，辩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是言部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拉过来，有没有？一个月。对，不是月了，它是一个一画，啊，这是虚画，又过来哈。成就辩才啊，这写较细腻，写中道啊，啊，这六个，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，好，教化的教，往外再往内，
多以中线为准，好，以中线在这里哈，教化化这样过来，拉过来，拉长一点点，那过来拉长一点点，教化一切希以大愿，教化一切依照在切从这里过来，拉上去从这里绕过来，好，教化一切，再来呢希以大愿。大乐啊，西其实不需要这一撇，可以啊，这样对不对？从旁边过来哈，西这样过来，好，嗯，乙啊乙点啊太多了，墨太多，好，到这里就好了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乙大乐。到这里来，哈、哦，乐中间先写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两点，这画过来，本来是可以写草书了，但是这个草书就简单呢，反而就不好，不容易辨认。以这里这里乐的草书安尼呢，哦，像冬兵的冬，想简单啊，就没有出头而已啊，哦。啊，这个叫做大绝八大绝经，八大像是有绝经啊、哦，绝书啊、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老师好你。哦，好啊。啊，这拢看有啊吼，愚痴生死啊，菩萨常念念念啊，这个念哈。没关系，反正我那边广学多闻，闻这个草书，哦，哎，增长智慧，成就，成就的右边呐、啊，右边下，啊，对的，哎，啊，辩才教化。一切悉以大乐，大乐还是大乐？大乐。哇，你回去要多休息，好吧？有啊，困几落啊？哎呀，咪借故休息。